另外，最近台北市的社会局佮通报，那亲像有两宗虐待囡仔案件，拢是移工的囡仔，其中有一个囡仔已经死亡，司法单位正在验尸，另外一个是住病院在治疗。最近小连续传出有囡仔被吸毒，即马卫福部长施瑞元伫昨昏伊嘛头界声称讲，社会安全网真正有欠点，伊嘛公开回实的。副部长八岁过，立法联名当选国民党立委王玉敏担任调委，无利益回避。民进党要求换主席，大家刷弯起叉起。民进党不要护航，我们要执行。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一直吵，真无简单。卫福部长苏水元就往西徛就变神台，提出卫福部检讨报告，较大改进方案，更加公开现实的。不过立委议员是无满意，表决通过，退回卫福部报告。今天这借这个机会，我要代表卫生局一部为这样子的缺陷导致一条生命的事情，向家属和社会大众致歉。苏水元也点出囡仔虐待案件两大关键的所在，包含新北社福中心处理时使用比照顾较优先，也佮有立明坚持为囡仔换过的人。不过立委林国钦质询时更加讲，接到定情，这毋是立明头一摆出状况。五年前新竹佩佩出用进前，然后过的人不懂照顾两个月就死亡。陈情人告诉我说，他的状况这样，他是弱势家庭，他根本无力对抗一个机构。全流脱的这种情形的话，一定要有个别不同来源的这一个监督的角色的人进来，才能够 double check 重大的儿虐案件，也就是凯凯案呐、啊，有没有在这里面？啊，了解一下，我们初步可能应该没有在这里面，没有在这里面，没有在这里面的意思是没有被通报到吗？是，应该是。凯凯案件也未结束，台北市社会局进前阁再通报两宗疑似虐待囡仔案件，两个囡仔拢是移工的囡仔，其中一个囡仔已经死亡，司法单位立即进行解剖来调查死因。即阵另外一个囡仔也伫咧住院。身上的一个淤伤，其实我们已经有先医疗系统已经有先将这个淤伤做了所谓的一个拍照。那至于是否怎么样造成的部分，那我想还要等这个医疗单位来做一些研判。台北市社会局强调，这两宗事件拢已经启动重大保护事件的流程，通报卫福部，十天内底举行防治检讨的报告，并且把报告甲调查状况报予中央。也来检察院也发新闻稿，搁再讲到，呼吁行政院要重视非本国籍的囡仔，俗称乌户的囡仔，在台湾的托育照顾甲就医这问题，经由跨部会合作，建议对策来解决。记者综合报道。